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两款美味健康的甜蒸包，充满食欲的颜色，你是不是已经在期待了呢？食材选用天然板栗、南瓜，含有大量的锌，富含膳食纤维，可促进肠胃蠕动，绝对是小朋友的爱。紫薯中富含钾、萝卜素、叶酸、维生素 C、 维生素 B6， 还有高含量的花青素，可以有效减缓衰老哦。将经过精心清洗去皮去瓢的板栗、南瓜和紫薯放入蒸笼中细心蒸煮，待软烂后轻轻压成细腻的泥状，看着拉丝有韧性的面团。香浓的炼乳和牛奶混合紫薯泥，香香奶奶的味道与南瓜混合，清新诱人的甜香搭配丰富的膳食纤维与营养，谁不爱呢？看这韧性十足的大包，白白胖胖的，是不是很想咬一口呢？大包用小麦面粉制作，加入酵母、黄油、牛奶，充满浓郁的麦香，还可见颗颗麦粒。这就是我们的奶香系甜蒸包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私家厨，温暖的食物治愈心灵。